想参与这个话题，因为点的不喜欢。好暗哦，这黑暗。嗯，好，今天真的玩全挖矿，全挖矿。他们都压，最后再晕标的。不是通常都是一开始就冲出去了吗？没有啊，晕安全标了，不会怕被劫，所以他们压最后30分。啊，今天有那个活动，对不对？就天下标。天下标。就带12只高低标去晕标。嗯。有欸，有欸，你开始压标了吗？没有啦，没有啦，3分钟哦。有欸，欸，这是什么？你要先有标题哦，现在标题都超贵的哦。没有啦，我是看到那个鹅卵石，如果塞太满了，可以压缩。哦，对啊，要怎么压？鹅卵石就9个啊，变压缩鹅卵石。哦，还要工作台哦，我这个做个手表工作台啊。哎、欸，对，有那个手持工作台，那个超方便的。没有啦，等一下嘛。有啦，有工作台啦。不是他们说我是啦，我知道啦，你不要理我嘛。有啦，不用理我啦。不行啦。你曾经是我的粉丝，现在可以不用理我了啦。不是曾经啦，现在也是啦，可以吗？我好开心。我一直都是粉凡心的粉丝啊！啊，我也是哈基的啊！哎呀，当初画的第一张哈基给我的时候，我惊讶的哇，在椅子上跳！哇！那你有没有拿着把是表框起来？差点把表框了，差点！我原木都倒在我身上啦！就他们都不赶快开！耶，我挖出来了，挖出了一洞了。哦，你挖出一个洞了，不是不是，好不差你，你有挖出来了吗？你有被追了吗？这样没讯号吗？没有，我就是做了一个计时器，切画面，但是画面没有看，是不是那个？啊，有了，计时器做了什么计时器？可以压缩石头，我做另一个，不是你那一种转的哦，它是每一秒，哎呦，100，哎什么几秒啊？我跟你讲，每5秒闪一次那种。什么意思啊？有人说什么压缩石头后去另外一个世界，矿物更多？那是我记得是另外一个 IO 还是什么的、啊、？HR Unity 吗？好、哦，记得是吧？来木头下去玩，也是 HR 的。这些箱子是不是可以直接升级啊？箱子有更高的箱子啊！我说可以直接拿东西点它，那边升级上去的，就不用还要拆下来。哎，有哎，这有另一种，有啊，就是直接拿着东西点箱子，箱子直接变高，就不用把它拆下来合成再放下去。好过看木头，好吧。ATM 它真厉害，连牵动模组都有。看你笑啊，等一下嘛。哇，导管做模组做真快啊！哎呀，刚刚说那个手表那个工作台怎么做啊？嗯，手持工作台吗？啊、哎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告示牌就这么简单，就是那样子。好，就是这么简单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就是这么这么简单，那一对也是雷雷的，雷雷的，雷雷雷雷，不是啊，那个要来运天下标物，准备好12只，我来干嘛？哎，雷雷，忘记了嘛？对啊，扫标，哎呀，让我准备一下，默默躺中枪，昨天在玩，对，好像对。你没有等对对，他都没跟我讲啊啊，我就忘记了，然后就再跑回去拿。痔疮好小。问一下，刚怎么获得吗？我忘记了。问团团。不是铁再烧一次就变钢了吗？
恨铁不成钢。我不知道以前是这样啦，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这样。哇，真的有玩过的。曾经两年前还是这样啊。曾经两年前，真的，从前种种。从前从前是这样。从前从前明月光。为什么你的耐久度这么低啊？换久了，怎么方便搬箱子？导管吧，就是导管哦。我靠！没事，对不起，吓到，没事，对不起，我自己也吓到了。听得出来，不行啊，铁不能烧。你下班打一下，你等我一下啦，这会死啦。我觉得铁钻就可以啊！白痴哦，他给的不是腐肉啦、哦，三倍耶，好强哦！好了，可以回来玩了。钢，就他是要钢锭啊，然后中间一个小型电路板。对不起，我这样等一下。我回来了，各位可以继续玩我的快快。各位抱歉，各位抱歉。刀罐好能用，哎，是，怎么了？你为什么都喜欢跳关打怪啊？对啊，你我只是要做导管，我只是要做物品导管。物品导管不是玻璃就有？有吗？有吗？我不知道啊。啊。哎呦哎！好了，回来。好像玻璃哎、欸，哇哦。对啊。回来了。我怎么记得玻璃就有了？你为什么要？我刚查到那个导管超贵的啊，不是只有一种导管，不是有普通的吗？你是查到高速导管是不是啊？我不知道，我查到哪一个模组啊？还是支气的导管？MEK 哦耶 ，MEK 的难怪贵爆。对啊，我觉得导管有很多种啊。哎，看一下，还是、哦、我的。排谁？排？排谁？给他丢打？这是 game 吗？哦，有什么东西？有时装啊！时装可以用哎、欸，麦克啊！你想穿时装吗？麦克有时装可以用哎、欸，哇、哦！它不是有另外一面吗？就是你穿你的人物下面右下角有一个小小的衣服，点下去它会打开时装啊。嗯，哦哟，其实里面穿的是铁装，但是外面是看起来像金装之类的啊，穿的神装哦，不要打我，其实只穿铁装而已。嗯，我注意哦，然后他注意哦，敢打我，我就打爆你哦。嗯，打爆你，打爆你，爆你，好，爆谁？爆谁？想爆谁就爆谁？你想爆谁呀？接着往下移。哎，小，好，烧石砖哦。好。嗯，不行这个吗？要摆，我忘记做火把了，就跑来挖矿。没关系，用石头啊。石头，嗯，石头上下放会变石木棒。昨天学到的。好、哦，我得回家了。前面去，你也把石头放家里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对。哦，白痴哦，他是玻璃片。天哪、啊！哦，玩的是 IC， 只是还没开始。没开始玩 IC。感谢超级留言阿莫。阿莫。该是大家不认识吧？我知道那个阿莫吗？不是。这个阿莫看起来比较瘦。哎，阿莫是人品应该比较好一点的、啊。
工具怎么做？听课、啊。忘记这棍子吃了。那你为什么把它吃了？饿了。饿了。想吃。想吃没有理由，没有道理。就没有理由啊，肚子饿啊。就饿了吧。就想吃啊。就饿啊，吃啊，吃啊，吃啊。吃啊，吃啊，你吃啊。杰克，你今天好凶哦！哦耶的，杰克今天压力很大，对啊，有一点凶吧吧。而且我为什么不用稿子升级？我用钻石稿。有钱呢、啊？我是用旧的，这个我不知道怎么用哎、欸。我先去挖矿好。好像杰克扔给我的吧？哪个东西？钻石稿啊。天哦，对啊。没关系，等下来换。那这个就可以继承给小雨了。娘，千根奇钢，跟我想的不一样。对了，你们的主手、副手一个放稿子，一个放铲子，它会自动选择哦。哦哦，那如果两个都放稿子会怎么样？他就会我这我没试过，你可以试看看。可能会左挖挖右挖挖吧，可能突然想双手并用，一下想用左手，想左手挖一下，啊，左手酸了用右手挖，好像是一样，都是那个右手。好暗呐，我找不到路的，可惜都是用右手，可能因为你是右撇子吧，嗯啊。什么是东西烧掉的声音啊？什么东西烧掉的声音？不是，我刚刚就只是挖岩浆附近的红石，嗯，然后它被我挖开之后，一跳，哎，真的太暗了，我看不到路。感谢你的光临，我重灯，我重灯，我受不了这声音。接头。我摔在稿子上，附个仙人掌可以修补啊！不是，现在就已经有修补啦，修复苔藓啦。太暗了，我看不到。仙人掌也可以哦。仙人掌，我来看一下他做的仙人掌是什么东西啊？哎呦，看一下是真的有玩过这个的，还是看人家影片？真的太暗了。对啊，你们看人家影片的应该都已经是旧资讯了。嗯，仙人掌可以，我不知道。看看咯，这样的话，这样的话，画什么？仙人掌，仙人掌应该不是吧？应该是看影片，你们以为那是仙人掌，那不是仙人掌吧？放半砖，会不会是？没差了，会不会是那个青苔球啊？我不知道啊，青苔球，以前是青苔球啊，样子绿绿的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嗯。哦，我知道这个硬化分解，哦，而且有一个树分解完是粉粉的，很恶心，很恶心，太难过，很恶心，超恶心，什么叫恶心？还好不是这个硬化树，有一个真的，它分解完就是一个粉红色的颜色，然后之前我跟人家一起玩魔族，他就把整个家都盖成那个，超恶心，那个真的超恶心，是我认识的人吗？我忘记是谁，反正那时候他就把家，反正他就是很恶心。很恶心，这不是很喜欢粉红色那个吧？他应该是喜欢粉红色，才会把家改成粉红色吧？至于说为什么我已经忘记那个吗？我忘记是哪一个了，反正之前好像是玩那个。我们有共同认识，是玩 B T 还是玩什么的时候、啊、我忘记。我们有共同认识过一个很喜欢粉红色的、啊。哦。你在找我说谁吧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Okay, 我想说，你们说笑声像擦玻璃那一个啊？不，哎，你这样真的不是，这样很汤啊！哦，对不起。虽然他笑的真的很像，但是你这样很汤。你让他反驳。青苔球父母有改方式，什么方式啊？
仙人掌是反伤。嗯，对啊，我就是尖刺啊。对啊。啊，我记得我以前玩，就是他还没有到三代以前，我都在玩什么？我就在种一大堆不一样的树，然后种一大堆水果。种水果，享受酒池肉林吗？不是，我就是享受把所有东西都就是采回来，然后收集起来的那个过程。就是什么东西我家都有一份这样。你要什么我家里有，你要什么我家里有。嗯，对，你要这个吗？有有有。你要什么吗？有有有，我也有。哎呀，便宜的剑，所以我才顺便玩 Potania 啊，因为我家太多有的没有的东西也可以一起收。 我这把武器应该就扔了吧，他们不是说没有用吗？就赛斯赛什么特斯啊，还赛斯特那个的。